玩具大王幼子蔡佳赞十一月底呢，将和甄子丹的小姨子汪媛媛举行世纪婚礼。对于女明星们来说呢，从此又少了一个超级潜力股。北京演艺圈曾将年轻帅气的富二代汪小菲、汪宇、王朔、王珂戏称为京城四少。香港四大高富帅，富二代呢也是趁势出炉。英皇娱乐老板杨受成的儿子杨正龙，汤臣集团公子汤家成，霍震霆二儿子霍启山，环亚集团公子林孝贤均列为港版高富帅 F4。四人个个都是80后，出身大富之家，放羊留学归来呢，将悉心栽培成国王接班人。虽然呢都曾传出过绯闻，但最重要的是呢，目前都是名草未留住，不但名门闺秀众里寻他，女星靓模都虎视眈眈。不过顶着光环的富二代正在诸多复杂的目光中光鲜亮相，而能否突破从穷光蛋到富翁，从富翁到穷光蛋的富人家族的此前宿命，全凭他们自身的实力和造化。